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大头儿子为我们带来了一款《熊出没之雪岭熊峰》玩具拼图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《熊出没》拼图。这里是我们的一个雪山，就是我们的雪岭熊峰，里面有哪些人物呢？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里面的人物，熊出没人物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是熊大和熊二，是他们的小时候的小熊，熊大和熊二。这里还有我们的光头强、熊大、毛毛、吉吉、图图、光头强、团子、熊二、笨笨和我们的萝卜头小萝卜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这一款熊出没玩具里面的人物。现在把我们的这一款拼图把它拆开，里边这里有一个底板，上面有我们的拼图，这里是我们的积木，把我们的这一款积木零件分解开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图片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零件，找到对应的零件。这是我们的太阳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排，这是我们的团子，这是我们的吉吉，这是我们的熊二，这是我们的第三排，这里还有我们的萝卜头，这是我们的光头强，这是我们的熊大和熊二，这是我们拼装好的这一款熊出没之雪岭熊峰积木玩具拼图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拼装完成。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
大头儿子分享我们的这一款拼图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